是他们不太会玩，还是我太会玩的？不要射我啊！你太会玩。哇靠！这种玩法简直是太奇葩了。我用士兵七八好了吧？有没人家名叫七六？每次我帮他改名字，我喜欢用七八，不行吗？够七八这样，我们少肉盾哦，对不对？有必要选他？你想选哪一只？骑兵哦，骑兵，对啊，好就选了，就选了，好就选，冲刺冲刺冲刺！士兵七八，他的一个好处就是走得快，哦，机动性高，对，又可以补血，又可以打，哦，基本上我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平均好用的一个的这个角色，哦，对，对啊。没有在这边 stand by 捍卫者队长 ，Captain， 对，他就是队长，对。想办法活下来吧。其实这张图，想办法活下来吧。你说怎样？这张图易守难攻，我们只要不要从门冲出来就好了。所以我就选骑兵。好，那就交给你扫了。收到。靠！一开始就叫这只来。有没有？其实我只是在诱敌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等他上来。为什么都没有人上来？靠！有人来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是。欸，你那边看得到吗？有没有人会走进房子？没有，我没有看到箭头，完全没看到。没有，他说没有，是没有看到箭头，不是看到有没有人走房子。就我自己这边很紧张，有没有？看我来一个，有没有？这叫公车战打，公车打法，你知道哦？就是将公车定管让逃跑，你知道哦？有，欸，有人走房子过来了。公车站看那个，公车站打法，我看到过不？还在上面插东西，你看到没有？有一个原子走那个房子冲进来哦。是哦，可是我已经跑出来外面了。看我一个人守四个，欸，守五个，欸，会不会太夸张？太厉害了！是他们不太会玩，还是我太会玩的？不要射我啊！你太会玩！哇靠！这种玩法简直是太奇葩了！给他待在人家屋顶这样给他弄。太过分哦，平民百姓太过分哦！待在屋顶这样给他弄，欸，有人要偷跑房子，欸，莱因哈特灌他头，知道吗？灌他头就对了。靠！快撤！快撤！快撤！有没有看到这个机动性高的吓人，你知道吗？蓝鹰他完全没有看到我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个令角有没有看到我？吓得要死，有没有看？其实我比他更害怕。我跟各位讲，我锁定你了，有没有？全部人都跑光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多可怕的？我锁定你，我只要出了那个声音，大家都怕得要死。看这个高超的机动性，有没有看到？到底是你要上还是要下嘞？靠！我在玩什么？我自己也看不太懂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人，有没有观众看得懂我在玩什么？林家，我是骗你的，靠背啊！我被他宰了。牛津大学来啦！现在我听不太懂啊，对，随便乱翻译。基本上目前据点我已经那个在前面这边乱搞，已经大概弄了大概，欸，多久了？我帮你灌他！你在撞哪里啊？开玩笑，后面一管没看到后面这一管吗？干这我兄弟，他妈的！干是我这一管，敢灌我？啊？
拿着一把棒槌，因为我就怕你了嘛。对，是有一点点的，但是我旁边有人，所以我不是太怕这样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、欸，我有几个旋转机枪了，不要我跟你讲，都讲了。那、啊、你家这个位置简直就是他。再见吧。哦，飞过来了呢、哦。我好怕哦，快，我好怕，快来。这一招还好啦，我跑远你就没感觉。哇靠！啊，可恶！躲在墙壁后面在你死，小心啊！60秒，才靠背啊！后面有人偷袭，一定的。只能让他们占领据点。冲刺！撑住啊！刚你来不及跑被炸掉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，我在你后面啊！被我一扫而空啊！继续，一样绕背哈、哦，这样标他补个血哈、哦。小心哦，他们又4只冲进来。公车站打法，我锁定你啦！我锁定你啦！快啊！延长赛吗？赶出去！靠背没插到。平民百姓啊！我挂了，我挂了。哎呀，他放大卷没办法，那个一刀就死了。差一点点。哇！他们已经我要换角色了，我要回去，因为第一波没守下来，我就要换角色。可惜差一点点哦。好，啊、我们继续，没关系。常在，这次死掉要换来。cover， 我要站在球上，站在球上射。嗯，好，来啊，我们把他逆推，你知道吗？这所谓的逆推法在吗？各位 ，cover， 六嘎在绕跑啊，他一定是灌那里，看的，他一定是灌那里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没射到人了。轮摆是一位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轮摆是一位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是我看，这以前玩过 CS 才会，我跟你讲。对，但是轮闪的是很好了，但是好像没射到人哎、欸，他那的凶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赶快撤，我、哦、那个蓝银哈亚特有点腿，赶快闪。从上面射哈。我锁定你了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准度？有没有看到非常不准，还把他干掉了？开玩笑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不准还能杀死人，这才是最高境界。其实我是要吃补血的，不用紧张。有没有人 cover 我一下，各位队友？快跑、啊！哦，他那那像靠背太近了。然后找掩蔽物。有了，但是我是被死神干掉的。我还没死呢，是说现在，不是说刚刚，我知道。
牛是被谁干掉了？那死神不能跟他打近距离的。果然还有一分多钟。靠背啊，被忍者追啊！敵を食らう！哇塞，这死神杀什么杀啊？深度 OK， 其实我是故意死掉的、哦啊、靠杯啊，我可以锁定的耶，换了本来要换之后我不想换的，快啊，他们快到终点了，我知道啊，看来我不锁定一下是不行的，可是那个兰哈特要干掉耶，我锁定你啦，各位队友撤啊！好，守好守好！我没有要打你啦，靠背啊！我没有要打你，撞我干什么啦？我要换一只啊！这时候要换壁垒骑兵了。各位一定要守好哦，我壁垒骑兵哦，在家里啊，但没有人发现他存在的感觉。二楼狙击手，不可以，千万不要啊 ！Kissy 啊！一定是站在咔咔角那时候，对，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嘣哦，你这边是少好几只，啊，鬼怪、欸，好舒服哦、啊。